没上火，这嗓音是不是还挺好的啊？只不过今天略显沙哑啊。来，谁一号婷婷？我想说，小伙你把自己比喻成野马，我就是那个缰绳，死死的握在手里。是吗？那行。我拽绳，反正跑不了你。你挺直接。行，挺好，我就闲着藏脸呢，没事儿。我印象当中，你的爱情宣言你说一遍，让他听听。大个猛男，我必须征服。啊！多高个？1.81米。啊，1.81米，算猛男吗？算。哪儿猛啊？哪儿都猛。你刚才看短片里，你觉得什么时候的他最帅？那个骑马的时候穿骑马服。我的骑马吧，这回是啥呢？为了上镜嘛，我穿的那个红色那个马术服，我平时穿那种英式范的更帅。是吗？那你早展示。哎呀，你能不能稍稍谦虚一点啊？没有。别说，哎呀，穿那个我那是我没穿，我穿那个更帅。这家伙，我这嗓子不太给力，我看观众这都那啥蔫了，对不对？我这高调点呗，带动点气氛，对吧？来，八号龙岩，小伙儿，你刚才说如果你女朋友生气了，你有大招。那现在我生气了，你给我，咱俩演示一下呗，你有啥大招呗，好不好？演示一下呗。嗯，行。万龙啊，干什么呀？今天都下雨了，你怎么不来接我呢？不想理你了。你今天出去没带伞呢？可不嘛，人家上班都忘了，你怎么不来接我呢？不是说好了来接我吗？哎呦我的天哪，你也早说呀，你说我也没注意呀。你在哪呢？我现在马上过来。不行，我现在都已经被淋雨了，我生气了，我要哭。哥哥啊，我淋雨了，怎么办呀？你说你这干奶类不下雨也不行啊。分手。那分手就分了，拜拜。大家好 ，Jennifer。你好，小伙儿，沈老师。你好。就是我首先想表达一下我对你的这种尊敬、崇敬的心，因为我自己有教师资格证。如果你将来那个需要有这么一个团队，组织这么一个团队的话，我也可以就是献出一份我自己的力量，嗯，给你最大的支持。行，很好。我们这个暑假就去云贵高原，你可以参与。对。你好。仔仔，那个我的灯一直没灭，因为我觉得你太伟大了，那个小伙。同作为师范学院的我，我觉得很汗颜。但是希望你以后这个机构做起来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因为4年的本科也不是白扔的哈，我也能做出什么贡献。之后我来长春有6年了，这6年没做别的事儿，除了挣钱以外，做了6年的公益。我的公益小组叫达达巴公益组，为长春市包括吉林市我老家的学校共捐款已经应该不到10万，也差不多了。但我们不以钱的形式捐，是以书籍包括文具类。所以说我想在今天仅代表我的公益组为你现在的学校或者为你以后这个组织做一个微薄的力量，捐一些书籍。你看是私下来你可以导演组要我的电话号码，我会跟我们的公益组的家人们一起协商，给你送去一份支持。希望少年强则中国强，你做的事业值得我们尊敬，加油。谢谢，太棒了。沈老师，有没有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在我们家乡，在我们吉林省，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你，愿意加入进来。谢谢全程热恋的舞台，谢谢王哥。现在是场上16盏灯都灭了，我想问一下沈老师，爱咋咋地，反转环节。这个没有必要反转吧。那孩子们还在学校等着呢，你回去明天给孩子们上课得咋说呀？说老师，你上全程热恋表现得怎么样啊？对啊，你找没给给没给我们找个师母回来呀？我会告诉他们，有会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去关爱你们，去照顾你们，去帮助你们成长。沈老师，我想此时此刻我们真的应该给你一个特权，还有什么想说的？这个舞台除了找对象之外，
东北三省所有的这些父老乡亲，好多人都能看到，因为它的收视率真的很高。在南方的一些贫困地区，这种民间的助学组织很多，